你不知道敬，你怎么会尊重别人？你怎么可能做到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？决定做不到啊！我们今天看到人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都与情理法不相应的，能不能责怪他呢？不能啊！啊，正是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先人无知，没有好好的教导他，你怎么能责怪他呢？这就是经常所说的可怜悯者，没人教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家庭父母不教了，在学校的老师也不教了，他怎么会？不可能嘛。而后我们想到《礼记》里面所讲的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呢，我们才真正懂得古人这一句话的甚深的含义啊。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啊，教学就是教他知道孝，知道敬的啊。中国的教学最基本的，叫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这是根本呐。啊，第一个是夫妻关系，社会秩序的建立，安定、祥和、繁荣，那个根都是在夫妻关系。这夫妻是聚在一个室、一个房间呢、啊，室外面这是家了啊，家里面有父子、有兄弟，家外面社会，社会有君臣、有朋友，让你知道这个关系，然后你才晓得怎么样做人。啊，再跟你说德行，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中国教育根本五伦八德，啊，佛法是四道，